卡卡，你确定银河盗猎团在这边？嗯，我确定，他们是往这边逃走的。我又画了一张银河盗猎团的画像，通知居民们提防外星人。啊，我看看。这画的和以前没什么区别啊。哦，比上次送给咔咔的那张好多了。好吧，你说是就是吧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小老虎。为了平衡星际资源的分配，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，穿越银河火线，凝聚暗黑力量，罗布、莉莉莎、三四郎，银河盗猎团711小队开枪。是，往哪儿跑？哎，你打不到我，三四郎，火力再大一点。好，嘿，看我的流星锁！糟了，波波在后面追着，估计也快挡不住了。啊，有了！哇哦，耍什么花招？呵，哦，呵。哇哦，这招怎么样？干得好，卡卡！那当然，我可是天才。队长，撤退吧！船长说了，必须先解决这两只小老虎，不能影响抓书虫大计划。原来你们的目标是书虫城市。书虫城市是什么地方？书虫城市是神奇兄的知识之都，就在巨树森林外面不远的地方。可恶，竟然被他们偷听了！明明是你嗓门大说出去的。可恶，换暴力年大师。嘿，举起小心，小意思。瞄准卡卡。是。现在瞄准奇迹。是，瞄准卡卡。瞄准奇迹。瞄准卡卡。瞄准奇迹。瞄准卡卡。好晕啊！耶！那是什么？看不清楚。是暴力年代。我太大意了，我要发火了，黏糊糊的好开心啊。队长，我们抓住他了。是我们被困住了。对呀，我可以用喷射背包冲出去，我真是个天才。咦，我的喷射背包怎么了？可能是刚才被苍蝇子弹打坏了。不会吧。试试。哇哦，你们的翅膀好特别。这叫螺旋桨。螺旋桨，给我们看看。研究研究。表哥，好像是冒险笔记。你们不能乱动我的背包。刚刚从你背包出去的是什么？好像是我的冒险笔记。哇！糟糕，
没了冒险笔记，我的背包就不能用了。那你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呀。好像是在那边掉的，我去找回来。波波队长，你听到了吗？嘿嘿，只要我们先找到冒险笔记，小老虎的背包就彻底废了。我说波波，是不是该先想办法离开这棵树啊？应该是这里了，看来是个野外营地。卡卡，你的冒险笔记在那儿，幸好找到了，不然苏博士的背包就没法启动了。放下，不许拿，这是我们的。你们不是刚才那两只虫子吗？你好像叫大鸡，你叫小歪，对吧？哎呀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名字？我记得你叫我叫卡卡。幸会幸会。这本笔记是我的，可以还给我吗？不给，这是我们的。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啊？这明明是我们的。我们是书虫城市的书虫，在这里所有和书有关的东西都归书虫所有，而且这本书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飞上天的火箭，飞向宇宙，漫游太空。书虫？书虫是什么？书虫是神奇星的特殊昆虫种族，他们都是知识丰富的学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怕了吧。可是你们俩根本不是书虫。首先，书虫都会头戴四方帽，知识越多帽子就越高。你们知道这本书是什么书吗？不知道。冒险笔记是神奇星流传最广的书籍之一，你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。而且冒险笔记跟你们要做的火箭根本不相关，所以据我推断你们不是书虫。够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把他们都说哭了。好厉害呀，竟然一眼就能看出我们不是书虫。你一定要做我们的师傅，教我们怎么做出厉害的火箭。我们的火箭总是飞到半空就乱拐弯，师傅你一定要帮帮我们的。别这样，我只是想拿回冒险笔记。师傅，不答应的话你的冒险笔记拿不回来哦。好吧，我可以答应，不过恭喜你多了两个徒弟。先把冒险笔记给我，我帮你们改良火箭吧。好，师傅，给你。笔记呢？卡卡，那边。我拿到了。嘿嘿嘿，以后再也不怕这两只小老虎了。波波队长真厉害呀。夹住。嘿嘿嘿，你们追不上了。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美容知识呢？来。莉莉莎，你撞上我了！莉莉莎，你捣什么乱？小虫子吓死我了！小虫子有什么可怕？那怪物！什么怪物？我们可是横行银河系的盗猎团，那就是外星人。哇，外星人也是两只眼睛的。哇，外星人有触角的。哇，外星人的鼻子。哇，外星人的舌头。你们下来，快给我下来。冒险笔记在那儿，把笔记还给我。想得美。流星锁。星星，我来帮你。我也来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比赛现场。这次争夺冒险笔记的拔河比赛，究竟谁叫火上？是这边还是这边呢？发生什么事？三四郎，快去突袭那两只小老虎！明白，波波队长。嘿嘿嘿，我来啦！这次看你们怎么办。波波，你的背包好像又坏了。不会吧，我刚修好了。人呢？大鸡小歪，快拿冒险笔记！好啊！
让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，别过来呀、啊！我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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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抓！没错，你看，这的建筑都是书本的形状。那书虫在哪里啊？啊！他们想干什么？看来情况不妙。